厉害，你都不困哦。啊？你都不困哦？你精神好好啊。对啊，我也刚刚。你为什么不困呢？你不累吗？因为我知道我比你们早收嘛。嗯，就是残忍的现实啊。我把你们送到那边郊去，你们就，我先走了。你不留下来看我们吗？不点评我们吗？你是群头吗？你群头不能不在呀、啊。我还介绍振宇啊。介绍。吴振宇啊，是早睡早起的。他现在脾气应该很差了，如果这么晚的话。对。这么晚，哎，你小心了啊！我告诉你啊。他到点了。小心了。完蛋了。我告诉你啊。你们男生小心一点吧，小心啊！男生小心一点吧。你不想拍他的戏，你就惹他生气就好了，不选你啊。这是导演刚才吩咐你的吗？眼前给你了，默契默契，注意看大哥。不知道你刚才是干嘛？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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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五分的，一直扣扣扣扣扣，一直扣上。说话，会不会讲话？我已经告诉你，你大哥有几条命你不知道。我可以照顾你了。你不守规则，那是你大哥。我大哥又怎么样？我们重新开始。精神已重是吧？发生了什么？来呀，快活啊，大侠。人家心里好寂寞。有人吗？他去哪儿去呀、啊？这里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每次说到戏的时候，我就很较真，很认真。我现在觉得演戏的时候可能感性一点，其他时间我都是偏理智的，其实，对，所以我演戏就少了一点创意。我有类似的疑问，如果一个人特别理性，但是演员其实又需要感性一点，怎么办？就是我，我很理性。我也很理性，就是进不去那个角色吧。然后后来我是怎么打破这件事情的呢？是我催眠我自己。催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以前呢就会觉得，就我跟你，我们就是同事关系这样，然后你是我的好朋友的男朋友，所以我跟你演对手戏，演情侣，我就超尴尬的。然后我就催眠自己，就要告诉自己说，你现在是我男朋友，我喜欢你，对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上你，我对你有感觉是正常的。我要一直在催眠我自己这件事情。后来我就第一次入戏了，哇塞，入戏的感觉超棒的，你完全不需要想这句对白怎么讲，你就自然而然的讲出来了，因为你就变成他了。然后你看剧本的时候，看到你的遭遇，我就直接哭了。那之后怎么办？入戏之后的售后你管吗？后来第一次入戏嘛，我害怕。对啊。后来我就跟他拍完之后，我两年没有跟他讲过话。然后到两年之后，这套剧播出的时候。我们才谈回话，这样挺好，挺好。听说你们以前就是开演唱会什么那种，赶飞机、赶通告，那只睡两三个小时每天。对对，在飞机上睡。是吧？那好几年前了都。你现在是多大？我现在22嘛。你现在才22啊？对啊。好笑。你多大？他老哥，我比你大9岁。我之前人家叫我弟弟，弟弟，真是。原来一开始叫我小弟，那现在人家叫我叫老弟。洛洛唱跳厉害啊，洛洛。我今年就想学会一支 K-pop。我天天又关注你们这种，看完以后觉得他们跳得真的有魅力，然后我自己对着镜子跳，我自己感觉特别好，然后我朋友给我录下来以后，妈呀，我的天哪，如果四肢不协调，跳起来就像那个竹节虫一样，很搞笑。我正好跟你说，我也是刻意去学。为啥？正好有一期，你看我就是表演唱跳嘛，我录了一个 rap 嘛，他说你再录个跳舞，我专门找个老师学，真的太难了，我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
你要跟那个节奏的那个点卡，你知道吗？就拍照，我觉得这个比演戏难。演戏比演戏我拍照，我们拍照演戏可以随着感觉来，就是感觉到了，我可以停，我怎么样？我可以控制。但是那个舞蹈，你到那儿你必须要，而且你到那儿你的那个表情，你必须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热身，手腕什么的，有点冷啊，不要扭伤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预备啊，走。他不会来救我的，你是等不到他的。臭丫头，嘴还挺硬的。你敢碰他？嗯。保证你一辈子后悔。来了个英雄啊！看起来挺嚣张的嘛，啊？你就那么一点东西吗？再上！你是演奶猪，刚是演奶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人知道你们演到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爆啊，这个爆啊，这个很好啊！去剧组面试被拒绝的经历？没有啊，就是被拒绝的经历还是很多的，但是一般也不会正面给我答复了。我仅代表我个人，绝对不代表电影学院的真实水平，不代表其他的偶像转型演员。英子，开门，是爹地。燕子，以后的日子就没有我了，你要幸福啊，燕子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！像吗？喂，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向我的鞋道歉。你真是饿了，不是你怎么什么都吃得下呢？ Hello， 优酷会员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一员纪凌晨。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的一员金沙。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的一员李明德。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一员王紫薇。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的一员郑和惠子。我是《无限超越班》第二季的一员朱子骁。3月上优酷搜春日宠粉计划。三月上优酷搜春日宠粉计划。看精彩综艺，拿缤纷好礼。酷酷综春日宠粉计划正式开启。春天在哪里？我在这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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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